这个菱角丝瓜，一股瓜子的香味，好像在嗑瓜子的感觉，很香啊。那后面有两个。哎，那啥呢？丝瓜叶这个都也长虫虫了。嗯。好保险。那两个老的。我自己吃吧，尾巴。等会儿，看你这个边上都有点。多大？挺棒的。这小的，三四天就可以摘了。这个，现在只有一个手指头这么大，这儿有一个。别摸它，摸它容易化瓜，因为它外面有一层保护系统，你摸了就给它破坏了。有人感染它就容易坏。水瓜，我们这叫肉丝瓜，胖乎乎的，短粗胖。捏着是硬的，它就老了；捏着是软的，就还是嫩的。让我们低点儿。行。他把这修的几多些，像他们那里时候就可以找到真的是拆的，不然都是拆掉，他就老的。几天就可以拆的，从下面几厚多哈。嗯，这有个，这有个，这还有两个。两个。就是拆女的。啊。就黄了。这什么瘤种啊。有好几个种了。那不多，再过一个星期，好多菱角丝瓜。我有年纪的呢。那边有没来？没来。好多小的呀。一个星期之后可以摘好多菱角丝瓜，到处都是。燕妈家的枣子，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后面还有一颗，哎，那个是圆的，这个是椭圆形的。哎呀，绵呀都是，不是，像起木这柜子里，可能是还没长好，跟我们外面买的那个脆脆甜甜的味道不一样。嗯，绵绵，绵木的水分，抱歉。今天我想着应该没几根的，没想到收了这么多，下次应该会更多一些。我的仓库去火这些，我刚把这发出去了。嗯。这是一批新茄子，剪之后的新茄子，长得好看一些。
这批是秋茄子了。这几个都很好看，秋茄子。这三个冬瓜长得好大了，这下面还有一个，这儿还有一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。我知道的。你这边往这边回去去，我问你。辣椒、茄子，风香风香。这下面是菱角、丝瓜，还有辣椒，风香风香。这两天辣椒好看一些了，比之前好看一点。打包好了，两箱今天。取走啦，好快啊！